就是我额外补充的一个范例，那个切割自串那个范例，它是在某一个储存格里面不固定的位置，不固定的长度。那个时候呢，我们配合 find 函数了，哦 ，find 函数加 mi 的函数。那像这边是固定长度一个字，然后固定不固定位置，因为位置的话会随着它的哪个位置变动。比如说我一直要一个字，但是位置哦会一直。不过虽然不固定的位置，但是它也有逻辑性的。好，那如果你遇到类似像这样的资料来源的话，要该怎么去把它做切割？好，那我刚刚讲过了，就是说不一定是放在同一个工作表，那因为我们范例的关系，我们暂时把它放在一起。那里面的话，各位可以想想看，就是有几种方法，一个是我要抓它的位置，那上面有编号，我可以用上面的编号当成我的定位。也可以，就是说如果今天把这个删掉的话，一样也可以做得出来。那另外同样的道理，当然你如果说我希望把这个1到20个横向的摆，然后有没有照前顺理一个一个帮我放进来，但是如果你没有更好的方式，你可能就要土法炼钢嘛。不过这个东西土法炼钢我想应该会非常的头痛，因为一个一个慢慢切啦，也很伤眼力，所以最好的方式是我先做一个公式，它自动的话呢会帮我1到20为一列，一列嘛，一列20个，然后下一列的话再20个，下一列再20个，所以这边的话呢，各个观念跟那个之前那个万年历有点类，万年历是一个1到 7, 这个是1到20，所以呢有一个是编号，一个是倍数，倍数是20的倍数，所以我今天如果说我要能够切出来的话，大概有三种以上的解法，那最后一种是 VBA， 那最好是怎么样？你旁边可不可以写一个按钮，按下去自动帮你切出来？那如果可以的话，那当然是最快的。OK， 旁边有个按钮 ，IH， 向右把它做一个按钮，按下去，那另外一个清除好了，类似这个，我想前面有做过类似的，那只是说你要怎么快速的把它写出来。那我们按部就班来看呢，第一个当然就是，如果我要切的话，我可以用那个，当然第一个文字。里面有一个 MID 函数，好 ，MID 函数。那 MID 函数里面的话，我要怎么切呢？第一个文字来源它固定的，所以我把它锁起来，因为它向右向下都一定不能够改变位置。那再来几个字 ，number char 最下面这个是几个字？一个字。那 star number 是它第几个？那如果说我今天用上面的当定位的话，有没有上面按确定之后，它会得到照吗？因为是第一个嘛，按确定。那当然你可以向右拉一下，1到 20， OK， 一直到照前顺理有没有？但是你向下应该就不 OK， 为什么？因为向下的话呢，它就会抓错位置，因为它抓的位置不对，那所以怎么样可以让它，向右向下一气呵成，做一次就可以搞定？这个公式该怎么下？那这里面的话，当然第一个，我们会有那个编号1到20。那再来的话呢，你要去思索，就是说，如果我今天1到20 OK 了，再来就是它的什么倍数，这一列不用加20的倍数，这一列呢要加上一倍，这一列要加两倍，就是20 40嘛，三倍，那你会发现呢，刚好跟这个编号之间的关系是吧，刚好就减一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再把后面的 B3 加上什么？加上它的倍数。那倍数是什么？刮弧，就是把这个编号怎么样？这个编号的位置是 A4， 所以 A4 怎么样？先减掉一，再乘上倍数20。这样公式就出来。再来讨论到就是它的标题列三列。标题栏，因为这两个位置是不能固定的，有没有？这一列跟这一栏不能改，所以你只要怎么样，把3跟 A 锁起来，答案就出来了。这个前面都讲过，所以这个观念乘以几倍，这个百家姓里面讲过。那锁定的部分是万年，那个大型试算表里面讲过，所以你做完之后，向右向下这个部分就 OK 了，因为我这个应该没有回应，看是不是已经挡掉了。可能就是当掉了，OK， 好，那试试看好了。那这个是第一个阶段，可是第一阶段做完之后，那你有可能遇到第二种状况，什么状况呢？
上面没有1到 20， 旁边没有1到 8， 假设这个没有，这个也没有，那怎么办？这个时候呢，你就必须用到第二招的，就跟九九乘法表一样。第一个不是有牵涉到蓝列锁定吗？啊，第二个不是我们没有1到 9， 啊，那1到9从哪边来呢？从 current 跟 row 嘛。所以你可不可以把刚刚讲的第二个就是换成 current 跟 row， 一样可以做出来 ？OK 哈，啊，第三个就是 VBA 啦。VBA 的话呢，哈，假设我今天希望在旁边摆个按钮，按下去，全部都完成了。好 ，OK， 这部分的话，三个阶段哈，哎，请各位先想想看哈。OK，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。那一般的工作不外乎就是说哈，来，如果像这种状况是，固定的长度，但是不固定的位置，我如何用那个 meet 函数哈，再配合就是说，要不就是有编号，要不就是怎么样，用 current 跟 row 哈，做一个那个定位的部分哈。OK， 这里我想各位先试试看。那还有就是说 VBA 的部分哦，我想用到那个这个 meet 函数的机会其实还蛮大的。因为它就是你也可以固定，也可以不固定，啊，它的一定就是三个参数，一定是从哪边逗点之后的话是第几个，逗点最后是取几个字，哦，所以你就是给它这三个参数，它就会帮你去抓到，你要的结果了，哦，啊，除了是像之前讲那个非固定位置、非固定长度，所以你这两个可以变动，哦，那再来就是固定的长度，但是不固定的位置，哦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基本上。我们做出来的结果，就是可以利用那个插入函数里面，然后文字函数里面的那个 meet 函数，去取得了。那这个部分的话，这个上面先按 F4， 那这个下面最下面先一个字，那再来就是先决定它的位置，再来加上它的倍数，啊，倍数的部分的话就刮弧，那我用前面这个编号减掉1，因为第一次不用加上那个20的倍数，乘上20。再来就是把三列给锁起来，把 A 栏给锁起来，把三列跟 A 栏锁起来，答案就出来了。那也就利用这样按确定之后，你向右填满，向下填满，就可以一气呵成了。好，有没有？照到货就完全没有问题。那也就将来你的长度如果是两个字，那就两个字；三个字就三个字。比如说人的姓氏有没有？那姓氏的话，你给一串资料，它丢到一个位置里面，那比如说你三个字刚好就三个字啦，啊，如果说它两个字，你就中间加一个全形的空白，哦，有没有加一个全形空白？那这样的话也是三个字，啊，也许最后就一个顿点或者逗点，你可以把它排除掉了，反正最后还是可以切割到你想切，你可以切割成横向的，你也可以切成纵向的，或者切个几栏，有没有？啊，反正都可以啦，哈，也就是一个资料一个资料来源，然后我们可以把我们需要的部分把它切出来。那这个是第一个，第二个就是说，如果我要变成纵向的话，那当然哈有几种做法啦，就是说你一样可以把这个编号，哦，也是需要靠编号，所以这个地方的话，把编号贴上去，编号贴上去，那再来就是一样的做法了哈，只是说它向下，那也就是说你抓的那个编号就会是从这边1到 8， 那这边是编啊，这边上面的话就改成是倍数，那也就是说这个。变成 B3 要减掉1，减掉1之后乘上几倍呢？八个为一倍。OK， 那向下、向右，就照前顺理有没有？它就往下去移动了。好，但是如果说今天呢，请你把上面的这个编号删掉，没有编号。那我假设我要换成用 current 的话，该怎么做？哦，这也是一样啊。如果用 current 的方式来做，假设第二种方法，好，这个删掉。删掉之后，底下的资料怎样？它定位就跑掉了，这个也删掉。可是那怎么去做哈？那这个部分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靠什么？靠它的 current， 就是它的 current。那特别是 current 抓到的话，这个是2嘛，哈，2到21。那这边抓到的话，就是 row 的话，以它现在的位置来看的话，那这边就4。所以哈，你可以怎么样？可以拿这个怎么减掉4不就好了？OK，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呢，这边跟这边都删掉，那全部错没关系，改一下怎么改？其实如果说没有啊，你就可以把这边
从谁去？从那个 column， 所以你这边的话打一个 column，c o l u m n 小括弧 ，OK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他抓到的一定是2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在 B 栏嘛 ，OK。所以特别重要 ，column 回来是一个数字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可是我今天要抓第一个，那我就把它减掉1不就好了 ？column 减1，那它就变1了，对不对？后面是倍数，那倍数由谁决定呢？由 row， 所以把 A 4的部分哈、哦。改成 row， 那 row 的话呢，就直接打好了 row 小括弧。那它现在是在第四列，所以记得把第四列剪掉。为什么？因为它第一次哈、一定不需要加上20的倍数。好，这样子，那要不要锁呢？完全不用。column 跟 row 的话，它会自己去抓到所以呢，它不会还有什么锁栏锁列了哈。那所以做完之后哈、假如说我第二个。按确定哈，你会发现照还是照，照抓得到，向右 OK， over OK， 没问题，向下，也没有问题，有没有？所以哈，你会发现哦，column 跟 row， 好像似乎又感觉比刚刚来的，怎么讲，更单纯一些？为什么？因为不需要顾虑到栏列的锁定，而且也不需要编号了。像刚刚那个部分，如果你没有编号，一定是做不出来的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就用 column 跟 row 去取代它的上面的编号跟左边的这个编号啊。可是要特别注意哈、这个 column 哈、它的预设你要看它的位置，因为它是 B 嘛，是2，所以记得哈、要把这个数字给减1啦，不然的话从第二个字开始就不对了。那 row 的话呢，你要看它的位置是在第几列。那有的时候你的那个列哈不一定是在这个位置，你就要看它是多少，你就把这个减掉啊，再看看你总共有几栏。如果你有20栏，那你就是把这个地方乘上它的倍数 ，OK。那请各位试试看哦。假如说呢，请你把这个观念套用在下面，换一个方向，照前不是要往下，而且也能够正确的话。好，试试看好了，应该没问题吧？反正你只要转个弯，反正前面哈、一定是它的编号，就是第几个字嘛，第一个字、第二啊，由 row 来决定的。好，啊过来的话就变倍数由 column 来决定，所以两个要颠倒一下。好，可以试一下好了哈。好吧，画面呢先还给各位试试看哈。所以很多地方哈、假如说在 Excel 里面哈、你会遇到那种比较就是。资料来源，接下来就是要放在你所指定的位置的话，那就可以利用类似的方式哈、可以把它完成啊，可以把它完成。那其实会不会很难呢？其实也不算太困难的，就是说只要你观念正确的话，你要切割几个字，它就可以帮你切割几个字。大部分就是说，比如说它的姓氏，或者是说它的资料刚好是几个字几个字的。那你就可以切，那切完之后放在指定的一个资料来源里面，这样就 OK 了。试一下齁。